厨艺学习如火如荼，王牌小吃油爆虾的秘制学习诞生了一对王子与大师。我们有北店炸虾王子，有中传调料大师。我对调料是很有研究的。创意满分的榴莲臭豆腐则成就了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徒手掰榴莲，掰开我跟你姓。好，翻屁豆，翻思超，他掰开了。马思超的小吃队爆点满满，餐饮豆腐西施管君林，香肠大帅，这个名字好听，却也前路漫漫。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动作啊，手硌得慌。战况感觉遥遥无期啊。